川仔，哎，长川奶奶做的大猪蹄和红烧肉可好吃了。啥？呀，蘑菇都不要。王奶奶，你抢我大孙子红烧肉干嘛？蘑菇头不能再吃这么油腻的肉了，上次学校检查他体脂严重超标，再吃肥肉很危险的。看孩子要白白胖胖才好看呢，我看是你自己想吃吧，来赶紧吃啊乖孙子。我去找冬梅姨。啊，这个门怎么开不了呢？告状鬼，是我把门锁住了。我大孙子做的真棒。冬梅姨，咋回事啊，大爷？这门怎么锁住了？冬梅姨，我没想告状，只是蘑菇头真的不能再吃油腻的肉了。妈，你怎么能给蘑菇头吃这个呢？蘑菇头已经这么胖了，再吃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。妈，我不知道这事儿呀。妈，你总是这样，好心办坏事，还把大家关着，快给大家道歉。大爷，对不起。王奶奶，没关系的，我一点也不怪你。哎呀，大呀，大呀，你看，我今天抽中了一个大龙珠。蘑菇头，你怎么还去抽龙珠啊？这是骗人的。骗人的怎么了？我喜欢，要你管。你这是乱花钱。花钱怎么了？只要我大孙子开心，那钱啊就花得值。哼，我去告诉冬梅姨。冬梅姨，我奶奶，我明天一定抽个更大的龙珠，到时候拿回来给你看看。抽什么龙珠啊？妈，那个抽龙珠是骗人的，人家新闻上都报道了，那就是骗小孩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怎么还给蘑菇头钱让他去抽龙珠呢？幸亏大家发现的早，不然你们啊又被骗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大爷，是奶奶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。没事儿，奶奶。你们说我明天还要去抽龙珠吗？大爷，咱们一起去一个厂房吧。蘑菇头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这是我的压岁钱，我请你去玩。蘑菇头，你真大方。哎，走吧，再不去要关门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嗯，冬梅姨，今天和蘑菇头去游乐场，可好玩了。你们哪来的钱去游乐场？是谁拿了钱和你的钱？快说。我。冬梅姨，你别生气，是我拿钱带蘑菇头去的，你惩罚我吧。是吗？蘑菇头，你说呢？是的呀，是这样啊。那大丫跟我去警察局吧，做错事就得接受惩罚。冬梅姨，对不起，是我拿了钱，不是大丫，你让警察来抓我吧。这还差不多。蘑菇头，做错事要勇于承认，偷偷拿大人的钱是非常不好的行为。冬梅姨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带我去警察局。嗯，别吓唬你的，你看看你都吓得尿裤子。来，给你这个纸尿裤啊。艾拉森纸尿裤真柔软。对不起姨，我们下次不会再拿你的钱了。一加一等于二。嗯？哎呀，蘑菇头，这是我作业，你不能在上面乱画。你个讨厌鬼，今天做好人，我就画，怎么了？我就画，我就画。哎，我求你了，别画。王奶奶，怎么了，大孙子？我在写作业，大爷突然把我推到地上。哪尼？好你个王大爷，居然敢推我大孙子！看我不收拾你！大家推你，可他是拿黑笔写的作业，而他的作业本上却有红色涂鸦，你的手里还握着红色的笔。啊，原来
是我错怪大鸭了，对不起大鸭，刚刚是奶奶下手太重了。没事的，王奶奶，误会解开了就好。蘑菇头，刚刚我也推疼你了吧？没有。我都是大人了，我就要自己泡。不能泡，很危险的。你是不是嫉妒我有高乐高喝？你再这样，我就告诉王奶奶把你赶出去。那你小心点。啊啊，好痛啊，王奶奶快救我。好痛啊。我大孙子被水烫到了，我带我大孙子去医院，你给我留在这儿反思。啊，不要啊，把门开开，冬梅姨救救我。哎呀，是你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冬梅姨。妈，是你自己没看好蘑菇头，蘑菇头才会被开水烫到的。大鸭已经阻止过他了，你怎么能把大鸭关起来呢？还有蘑菇头，小孩子不能自己倒开水，倒开水是很危险的。我知道了，冬梅姨，我下次不会了。大鸭，对不起，奶奶不应该把你一个人关在这里。蘑菇头被开水烫到是我的责任，跟你没关系。奶奶，没关系。没有怪你。哎，美丽，狗蛋，你别想了，要不我们一起来玩吃鸡游戏吧？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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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号。你俩都有皮肤吗？我的是火箭少女。哇，我的皮肤也可多了，我用的可是木乃伊。狗蛋，你呢？我的虽然没你俩好，但是我的好歹也是冰雪公主艾莎。来，开始吧，快点，快点。带我一起玩嘛？想跟我们玩啊？你什么皮肤啊？就是，我只有雪山精英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个老六。我们才不跟你玩了，你个老六！哼，你们等着。冬梅姨，哎，大爷，你咋了？蘑菇头他们玩吃鸡不带我，嫌我没有皮肤，还嘲笑我是个老六。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你拿姨的号跟他们玩吧。姨，这行吗？你开个破小卖铺能有皮肤吗？放心吧，你拿过去啊，保证他们大吃一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大鸭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都说了不跟你一起玩。什么？你怎么有这么多皮肤，而且还有现在都买不到的皮肤？哼，就不告诉你们。大爷，告诉我们吧。告诉我们吧。好啦好啦，姨告诉你们，现在点击左下角 APP 搜索团团小店，5月20号就可以在团团直播间参与和平小店皮肤返场活动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吃鸡有皮肤吗？